一下下。为什么要看到那里？在那里啊。嗯，看见那里，在那里啊。有东西啊。我就想住下，好好休息研究一下。在哪看你想这？我叫筷子。我就想住下，好好休息研究一下。Because of a three-day drive. 正所谓熟能生巧。我在跟你讲话的时候，最好是不要插嘴啊。抱歉。哎呦！Because of a three-day drive.跟你讲话的时候，最好是不要插嘴啊！哎呦，哈哈，跟尿告白。哈哈哈哈哈。O V E， 你起来。老公，我放屁了！你有闻到？不要！在想说今天天气要冷不冷，要热不热？